不是，看这毛驴的后蹄子啊，特长指甲，咱们抓住它，给它修剪一下啊。越跑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哎，抓住了，跑不掉了。别动，别过来啊！你好点，别动！哎呦！呼呼呼呼呼！真厉害，窜出去了！哎，抓住了。哎呀哈，一只脚的周打一块儿，也用它用力看那绿的，用这绿的，打磨平了那石头了吧？没有的，这是我底下两，这是。磨着吃，磨着吃，放心的要快得很。这地方就回来，他这挂定了，把这里头。不动。第二个蹄子。不动啊，我来整理啊，我马上得给你放一包，我得。啊，这个肉垫子出来了都。行。别不动。活动啊，怎么也打。肚子。肚子。鱼。鱼，我要你。鱼，来来来。一道夹，哎呀！可以，
大家好，我是中辉啊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视频啊。这头驴是一瘸一拐，这驴子啊，这驴乖啊。我这个它踢的就不敢走。哎呀，不敢走，上后边。还有踢完上了，踢的都烂了是吧？嗯。这水泡的。这不是。哦，下雨之前都下来乖了。嗯。下雨之后，这水泡更不行。这一只脚。这水泡这蹄子。操！哎呀！你这蹄子了？嗯，这骨头一堆乱看，这蟹膀成了血筋了。鱼。鱼。别动啊！好嘞。鱼。对，扭转落，扭转落，别找他，别找他，找找，更立不住。鱼，鱼，哎，哎呀，还这一刀解压。嗯，这第二只蹄子都是这样是吧？嗯，都是锅底吗？嗯，卷了都。这蹄子板儿呢，底下这重啥行是吧？哦，对。第三只蹄子，鱼问。鱼啊，鱼问，鱼啊，最后一只蹄子啊！你这不是早年的蹄子？这个，哎呀！我看一下手，哎，要不得拿下，这都拿下，哎呀，看这踢的过的，来，鱼，看这一刀挤压，哎呀，可以，可以，鱼。哟喂，跟那个舞的一样差不多。嗯，跟那个舞的差不多，够厉害的是吧？嗯。一个窟窿，看到没？一个窟窿。哎呀哈！这窟窿是怎么弄的？窟窿。好了，松绑了，走吧。这位舒服了啊。他回头看看师傅，他回头看一看师傅，来再看一眼。